哎，你比几年前漂亮啊！但我没整，我知道，看得出来的啊。我就是健身，其实有的时候就健身这事儿吧，我也不是说纯粹为了瘦，我就是。你现在本身肌肉疙瘩吗？我不是，我去跑步去普拉提，完全就是为了减压。OK。 跟他们在一块儿，有些时候是挺焦虑的。你肯定有过那个焦虑的阶段啊。跟谁一起焦虑？跟孩子。哦。是不是？你儿子几岁了？我不告诉你，怕你生气。为什么？因为我儿子比你儿子大。20多岁了。嗯。哦，早婚早育。Hello， 大家好，我是Cindy王心凌，我今年39.多岁，出道将近20年，我是歌手也是演员。 甜美是我的特色，它也是大家很熟知我的部分。嗯，那你觉得这个标签会跟你一辈子吗？你说变甜心奶奶吗？甜心奶奶也不错啊，如果我80岁都还在杵着拐杖跳《爱你》和跟彩虹的微笑，还可以被叫甜心奶，不是也蛮好的吗？ 莫愁跟文文了，嗯，我比较喜欢莫愁，啊，我是这样的，我就都喜欢，但是我感觉文文有点像过去的那个我，我也 hold 不住的。我也想说句心里话，就是因为我总觉得文文不大爱聊天儿，我怕摆弄不了你。可是我很喜欢你。对，我刚尝试跟他说一句话，我说你不去上卫生间吗？你没有去卫生间？他特别酷，然后我就没有话再往继续往下了。那有什么 hold 不住的呢？ 不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管不了你啊。这个很直接，是。我说的这个话，阿娇姐，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是平时你跟朋友说话也是这种方式，对不对？就是直给的方式。你这眼神也太死了吧，就老是设计的。 你不要就那么死板。我是觉得，在我们那个人生道路上面，有人愿意直说，比跟你笑着然后在后头抠你，我觉得要强。你是那种八面都特别玲珑的人，就你 hold 得住这些。我是那个，对不起啊，没有，没事，也是我自己的问题，过于敏感。 你是人，你是接地气的人，你不是神仙还有脾气的，是不是？你好，等我是这样的，拥抱拥抱，加油，加油，加油，嗯。咱们是怎么做？按团做还是？对，不知道啊。按团做。你加入我们团了吗？你啊？啊？你坐这边。嗯，啊，那一直在呀。 我们一直是一个 team 呀，你在哪边啊？娇在哪边？你认错了，我把你认成阿娇了。你们俩实在太像了，我的天哪！没关系。 我得去跟他道个歉，抱歉抱歉，这轱辘不要播上，千万不要播。丑又过来，因为他以为我是你的组。<笑>他问他，咦，你加入我哋个组？<笑>对不起啊，阿娇，我真的太虎了，我是。我就他放，我现在把他都特别懵，他说<笑>真的认错了，你知道吗？<笑>太像了，你们俩。 你聊了一天还把人认错，太逗了，太好笑了。阿娇，阿娇现在没进来，走吧走吧。
阿娇，我们需要你哦。为什么？我们需要你。阿娇，你们不好，跟我走。居然有人抢我！阿娇，阿娇，跟我走。这个已经太久了，20多年，就是。我是新欢，我是新欢。又一齐，又一齐，一齐咗22年啦！我听过嚟间好啊，带上啊，带上，开心了，回对吧？走了，回家了，回家。程姐一个人在参加晚宴，程姐一直在跟别人录不一样的节目。对，然后问他每次都是：“选我啊，我没时间。”我就等着，最后肯定有我的一个位置。嗯，但我想知道最后是谁。嗯，强姐，走吧。走吧，他们是一伙的，是吧？对，挺搭的，够垂直了吗，静姐？垂。Hi Jessica, it's me, Crystal. Congratulations on the wonderful year. Our friends and family back here, we're all supporting you, and we know what you've been through, and I'm so proud of you. I also want to thank 程峰、彭仁良的姐姐 Season 3.Jessica's teammates and fans all over China who supported my big sis. Jessica, good luck on your finals, and I miss you and I love you. Jessica, 每一次我们聊天的时候，她都说她很想家。然后他又回不去，所以虽然我们都是你的妹妹，都是你的好姐妹，但是我觉得你看到 Crystal 想跟你说的话一定会很开心。怎么办？谢谢谢谢文文。我在第二季《乘风破浪》呢，我从来那天到最后结束，我一直在说来干嘛来了，我就是想成团，成团只是为了要证明自己有能力去跟自己挑战。其实我们成团就是为了有更多的能量给更多的姐姐看到我们是可以的，对不对？虽然说成了团没什么用，但是呢，成了团之后我们收获了特别珍贵的友谊，还有我们自身散发出来的能量影响更多的女性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更加优秀，对不对？乘风破浪的节目组让我们姐姐有这么多美好的舞台，然后我还要谢谢娜姐跟静姐一路保驾护航护送我们到现在。出道到现在其实我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面对舞台，所以我很珍惜，然后也很感谢有所有的姐姐们在，然后能够跟这么多有能力又漂亮的姐姐们一起拼，真的很过瘾，真的很爽。吴姐，我想说最后的结果对我来说其实不是最重要的，真的有这些姐妹们在，我们早就已经成团了，有你们在，我们都是 C 位。